冯大陆和体科正东出现在2023 HIDO 流行音乐颁奖典礼。原本以为这次没有带着女友一起，没想到蔡卓宜散场后惊喜出现，还超亲切和粉丝合照。看来热恋中的小情侣真的是年紧紧爱相随啊。回来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你们好事？没事，我抽烟，不好意思。好。